2018年4月6日，音乐才女蔡健雅亮相台北机场，身边有两位女性助理陪同，黑超遮面，皮肤白嫩光滑，身穿白色简约 T 恤，外搭卡其色大衣，下身搭配深黑色裤子，穿运动小白鞋，棕色包包，手里握棕色保温杯，一路更是频频喝水。在陪同助理办好乘机手续之后，一起有说有笑，嗨聊不停，心情大好，更是频做搞怪表情，还给助理点赞变身表情包。据悉，蔡健雅这是准备前往澳门开唱，难怪频喝水保养喉咙了，祝福澳门演唱成功哦。